没有，我们大约做完本就做完本就要跳，先找了，没有，不会，不会。欢迎我们的市长，市长莅临我们立法委员席高票当选连任，我们一起来高喊谢依凤当选，谢依凤当选，谢依凤当选，依凤依凤谢依凤当选当选，谢谢。已经先做代志吼，啊，我倒是一个工作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无法度报告。我甲讲，当地开一条这个政绩哈。所以在这三个理由之下，第一，院长的疫苗，第二，女状元哈，那是一个彰化之光，第三个，她有政绩，有建设哈，从中央要了大预算哈，所以在这块的情况下，我们要跟县政府同心哈，中那立法委员去中央背个彰化县，那市政管政府多加方便哈，背个，譬如说以捷运来讲。好，那来背阁，那像这个话，中华尊贤，但是谢依凤去一定跟管政府跟彰化人站上边，一定会争取建设。管政府，咱的中华管民主要什么理念？什么建设？伊会去做，他不会背阁，他不会刁难，所以哈，拜托大家，哎，继续为着咱中华管各家的权益，中华管民各家的权益哈，咱这摆就能讲话，一定爱替谢依凤到招总到邮票，到秀眼不难，来拜托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一个手机呀，也是我们最著名的妈妈的市长，我相信台中治理已经受到全民、受到大家的肯定，他不只是一个五颗星的市长，我相信台中市的经济发展以及我们人口成长、生育率都是全台冠军。未来希望台中市这样子的经济以及生育率可以外溢到我们彰化县，希望也可以造成我们彰化县经济繁荣共同发展。非常感谢卢市长今天来，希望未来可以跟卢市长共同学习，让台中的经济发展，让台中的规模可以外溢到彰化，让我们彰化的经济交通都可以共同发展。谢依凤当选，谢依凤当选，依凤依凤谢依凤当选当选，对呀。那当然呢，在我们的是侯友宜当选，侯友宜当选，谢依凤当选，谢依凤当选，依凤依凤谢依凤当选当选，对呀。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好朋友，大家好。